啊，走一走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月字加一笔，写对奖励5000元啊。月字加一笔，只要写对三个字儿，奖励5000了啊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。哎，大哥，来。不是，我这瞅你半天了，你这干啥呢？月字加一笔，哎，写出来就奖励你5000块钱。哎呀，奖励5000呢？嗯，只要你写出三个字来，就奖你5000。真的假的？那你看，这玩意儿能是假的吗？啊，你看，金戒指，金银手链，哎呀，金银手表，这假的？看，咱像是那穷人吗？差钱吗？我告诉你，有钱。主要是啥呢？这个考验一下你的脑子，就俗语吧，脑筋急转弯。哦，哎，知道不？那行，来一把呗。来一把啊？那多少钱一次？这个300。我的妈，300呢？贵了。贵啥贵呀？要我说你这人啊，你就是不会算账啊你啊。我告诉你，第一，市场价就这么个价。第二，你想想啊，你花300块钱咔一下写出三个字来，我直接给你5000，合适不？你品，哎，你细品。这算起来还是贵点，便宜点。哎呀，行，给你便宜100，200块钱。你玩就玩，不玩拉倒。便宜100呢？我告诉你，这都稳赚不赔的买卖，300块钱奖5000啊，就三写三个字奖你5000，你这好事上哪找去啊你？行吧，玩玩啊！万一赢了呢？啊，就是呀，是吧？那这正好呢，都给你了。行，200啊，行了吗？行，来，这儿有笔，写吧。啊，我写了。行。一个了啊，厉害呀！看着还有呢。哎呀！看着没？哎呀！行，那还有一个了啊！还有，看着啊！看你智商了啊！哎，滚！咋样？哎呀，是吧？错了。错了，还啥玩意儿？我咋错了呢？这我都跟你说了，月子加一笔，你这写个然，这几笔了呀？这是。我这就是加一笔，这咋的了？这是一笔吗？你这边一块，这边一块了，那你写个然，你这纸吗？它纸一笔吗？哎呀，那行吧，那我擦了重写吧。重写什么玩意儿？重写的话再给200，还按刚才那价200块钱。哎呦我去，干啥呢？又要钱又要钱的，你就是个。骗子吧你！怎么玩？谁骗子呀？你200块钱写三个字，你这三次机会都用完了，你就是骗子，啥玩意儿？就你那智商吧，能写出来呀？我给你200，你写吧，假样的，跟我俩跟谁呢？一天天的，月字加一笔啊，写出三个奖5000了，哎，走一走，看一看啊。街头小游戏啊，月字加一笔。哎呀，小同学呀，老爷爷，哎呦我去，你干啥的呀？你叫谁老爷爷啊？谁是你老爷爷呀？你不是老爷爷吗？我才20多呢，我是老爷爷呀。哎呦我的妈！才20多呢，这白头发有点多。你别跟我整那没用的啊！你玩不玩？赶紧走吧，别在耽误我生意。那说说你这是怎么玩啊？啥游戏啊？这是？你叫我帅哥。我不能说谎，老师说了，小孩子不能说谎。我自己瞅吧。认字啊。月字加一笔，写出三个字儿，奖励，咦，5000呐！哎呀，老爷爷，这5000块钱是不是能买好几条裤子呀？
是你这能买100条呢。哎，你看我这裤子破的，太好了。好不好的，就好像你能得着这钱似的，能写出来呀。这多少钱呢？你咋瞧不起人呢？多少钱玩一把？瞧不起人，300块钱玩一把，你有钱吗？瞅你也不像有钱的样。我妈呀，太贵了。贵是吧？你便宜点呗，老爷爷。便宜啥呀，还搁那一个劲儿叫我老爷爷呢啊，老爷爷。我告诉你不玩了赶紧走吧，我这可是生意相当的火爆，知道吧？你别耽误我下一单顾客，知道吧？赶紧走吧。哎呀，叔叔你就便宜点吧，你看我就是个小学生，也没那么多钱，是不是？叔叔不好使。小哥哥。哎呀，哥哥。哎呦我去。行那啥，给你便宜点啊。那个你有钱吗？哎呀真有钱呐、啊、你看你早说呀，这事儿整的是吧。那啥，这么着吧啊，你看啊，这个四桶件吧，我给别人都300块钱。哎，这么着吧，看在你这么会说话啊，这份上给你便宜一百，200。哎呀，小哥哥，你看我就是个孩子，你能不能让让我呀？我就100呀，就拿了100。你就100也太少了。让让我呗，小哥哥。哎呦我的妈！行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也就你知道吧，100块钱，你可千万别给我往出说啊，那外边都300。拿钱。月子加一笔。月子加一笔，写出3个奖5件。开始写了啊！写吧。哎，等会儿，这不算数啊！你们这跟这个小那可不行，不算。行，小气。第一个。哎呀！哎呀！看着啊。哎呀，这。在第三个了啊。行，还有第三个。我问你啊，你说老爷爷，你看你出的这题这么简单，那奖励5000块钱是不是亏了呀？亏不亏的，就好像你能写出来似的，这第三个字你能造出来呀？你妈还管我亏不亏呢、哎、我感觉你在做慈善。哎呀，错不错，慈善的跟你没啥关系啊，你写你的吧，你那写出来再说。好了，不这啥呀？这不能算啊！我跟你说，咋不能算呢？你看看是不是一笔写下来的？你看乙肝的肝，啊不对，乙肝的乙，月字，然后乙肝的乙。哎呀，乙什么呀乙？那我这是让你在月子里边加一笔，你在这都跑外边去了，这能行吗？不算，你也没说不能在月子外面写呀。拿钱，你这啥字啊？谁认识？不是你不认识吗？我不认识呀。我看你是幼儿园毕业的吧？赶紧拿钱。小妹妹，要咱这么的啊，咱商量一下子，你看呢？钢牌吧，我是收你100是吧？完了，你这100啊，我给你啊、哦。然后呢，这个我这还有200块钱，都给你，行不行？你拿这钱啊，你就走吧，好不好？不行，那你说好的是5000呢、啊？哎呀，是5000，我肯定有，5000我有，但是吧。咱这不商量吗？这5000我要给你的话，那我赔死了。老爷爷，你说话不算话，不行啊！你这样的不行。哎呦我的妈呦，这你都拿走了，我可亏死了我呀！我们小学老师就教过，做人吧要讲诚信。你既然说到了，你就得做到，是不是？还有啊，我没说完呢。你呢，既然这么有钱，你就去那小山沟沟里啊，你去做慈善。哎呦我去。因为啥呢？那小山沟沟里的小朋友啊，这几个字他都会写。哎呦我的妈，一人给他们发10000，那他们不就有钱上学了吗？是不是啊，老爷爷？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这是往死里头整我呀啊！
你这是活的呀你！你行了，你啥话别说了，赶紧走，快点走，拿过来，给我笔。老爷再见啊，我明天还来找你啊，拜拜。你可别来了你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亏死我了呀这个！哎呦我。